大家好，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三个台中人很久违的在新年后一个见面这样子。等一下就是带大家来五星亭划船，希望自己有人要看，谢谢。就是台中人没事做就会去划船。这是真的，你看那边。不是只有我们真的。是真的。有人来拍婚纱哎。好漂亮哦。记得啊。我滑，结果我没有办法拍到你的脸。好了，加油啦！你就好好滑吧。我们要一二三。家里那边根本就没有超要命。我们快靠岸了。我觉得林迪伟两边都给你滑好了。怎么办？要撞人啦！快点啦！我不会，我来。对，应该你弄才对。我们快翻覆了。友谊的小船。友谊的小船要翻。我往那边前进了，好不好？你赶快认真，不要再坐那个船了。去了，往那边。最不该来做的事情就是来湖心岭划船，好不好？错，是不应该跟女生来湖心岭划船。我上次是被服务的那一个。谁跟你来？现在是不是只有一边在撞？我们不要去撞到别人就好了。快来不及了，要撞到了，你加油！不好意思，救命！好，一、二、三。看，对不起，妈妈救我！我的脸都湿了。对不起，新年快乐。不好意思哦。你也湿了吗？我在翻了。不要偷来偷去。你去坐划船。我们到底要去哪？我现在整个头都是湿的。你要再看看我的眼镜吗？我觉得你好像在搅拌，你没有在。Hello， 没有人愿意靠近我们呢，你没有发现吗？是我们远离各位，好不好？我们选择不伤害他们。你这样拿起来，你拿的姿势不对。不然就是玉伟滑两次。玉伟对，我就张庭宇滑，好不好？那我还要先换位置，很恐怖哎。我被大家嫌弃耶，搞什么？真理女，好不好？臂力就会小一点。我觉得我应该要跟你换回来原本的位置。你有这样被服务过吗？没有耶。真的吗？我不相信。你相信吗？他一定有被服务。啊，注意了。Thanks。我翻船啦，都。我的天哪！有时候帮你划船的女友，你几点回家？厌世哦，划啦！好，糟了，我们会不会把它夹？糟了，我们要夹鱼了。
竹夹鱼。为什么要再靠过去？这个小姐可以开始动了。不要打鱼，不要打鱼。好，没错，我们现在目标是哇，小姐你看起来被攻击好玩吗？现在目标是那边有一只鸟还有黑天鹅。黑天鹅吗？还是姜母鸭？姜母鸭是不是一道菜？传说中的船长与他的大副大副。我们如果再接近他们会不会揍我们？我不是还想试试看吗？大副，我们走了。说话了，说话了，说话了。互相洗澡，哎、欸，呱呱呱呱。哦，那只鸟要加入战局。激烈的争吵。要走了，要走了。飞飞飞，想入非非，看我们能飞多远。飞飞飞，离舒适圈。很柯南，很柯南，大家。好可爱，哇哇！那你再离远一点，再帮他们拍。再远一点帮他们拍的话，就手机拿不了了。我拍不到暂停。就来的 Mickey， 欢闹更激烈。Hello, hello, you can hello, hiking right here, dance with me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现在是怎样的社交牛逼症了是不是？我们超牛逼！夸张我摇起来。对啊，又来又去，又来又去，来最明吧。抱歉，我们已经生病了。那我还要去五星级看我。为什么你突然那么有活力？想怎样？其实没有很危险。因为其实都是我在滑。到天荒地。好想下床、哦，看期货出去，这个彩虹美女，美女，要帮你们拍照吗？好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不然我们来玩一个任务好了，我们今天挑战帮十组客人拍照，刚刚已经一组了。那他要退我们100块。他会握手吗？真的哦，他现在不敢握。你们先走。你们是哦。星期一穿拖鞋逛街，心情安慰，小事吵嘴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和你一起画面都很美。星期一拿回去。你再问一次。这是七号。人家如果真的在暧昧，是被你破坏了。我又开启武道重生。Hello。输了。那我们输了，他们已经滑一圈了。对啊。我们已经滑两圈了。我们滑两圈，我们两个两圈半了。哥哥手快酸死了。现在我们在干嘛？我要寻找台中的五星级特殊。看五星级的点在哪？我在讲，你待会看到就知道。我会很惊艳吗？不会，当然这里。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经过？就是普通厕所，就是厕所而已。它有分的，旋转木马金子厕所。好了，秀燕在干嘛？